大家好，今天谈金融分析方法。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是研判市场走势的两类主流的分析方法。基本面分析研究的对象是影响产品价格波动的因素，比如说社会的宏观经济运行、产业政策、企业特质、央行的货币政策等等。而技术分析的研究对象则很简单了，就是纯粹的价格走势。用力学来理解最为容易，基本面分析研究的对象是影响价格波动的各个分力，其中包括分力一、分力二、分力三等等。而技术分析研究的对象则是最终呈现出的合力。在数学上二者的关系比较容易表达，也就是说分力一加分力二加分力三等等最终等于合力。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影响价格走势的几个主要分力其实就是宏观政策、产业结构、企业特质等等。日常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研究报告其实都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解读市场，在大多数的时间内都可以通过这几个分力的因素对于股票、商品、汇率等等进行判断。但是我们也要讲，基本面分析它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缺陷，比如说容易忽略掉某些分力。在这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到来之前，几乎所有的研究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惯性，从这个货币政策、企业盈利、国家经济等几个主要分力去研究市场。但是当疫情突然出现之后，疫情迅速地主导了市场，他们之前的这些前瞻研究变得没有任何的实践性的意义。疫情的出现其实就是和地震、乌龙指这些事件一样，日常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去想着疫情会不会发生，但是它就是在某个时空点就是发生了，并且主导了行情走势。当这些我们忽略掉的分力某一天影响市场，并且成为影响市场的这个主要分力的时候，那么之前的这些所有的分析逻辑和结果都会变得不正确。除了上面的这种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分力之外，基本面分析者还会受到其他几个要素的影响。第一个要素就是分析者本人的知识结构，比如说在新冠疫情的主导之下，假如分析者并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那么就难以去分析和判断未来这个疫情以及行情的发展走向。第二个要素是基础信息的来源，比如说现在在资方在密谋着收购某个企业，而这个消息会在某个时间点会影响股价的变化，会成为影响股价变化的主要分力，但信息是保密的，并不为大多数的这个分析者所掌握。第三个要素是分析对象的复杂性，比如最近的这个市场，疫情每天都在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快速的变动，政府刺激方案不断的推出，企业经营进展也在不断的变化，各个主要的分力都在快速的产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就必然的增加了最终分析的复杂性。无论是这个分析可能有基本面分析无论可能有遗漏也好，还是分析对象太复杂也好，基本面分析其实就是有一些缺陷，而技术分析正好可以作为基本面分析的有益补充。我们可以拿基本面分析的结果和技术分析的实际走势互相的印证。当分力一、分力二加分力三等等等等几个主要分力的结果约等于合力的时候，那么表示分析的结果和实际的走势很契合，分析者对市场的理解度很高。而当这个分力一分加分力二加分力三最终不等于合力的时候，那么表示分析结果和走势不契合，理解有误。这是一个重新理解市场、发现问题的一个契机。上面呢，我们提到了基本面分析的优势和缺陷。那么纯粹的技术分析者，他们是只看价格走势，他们的优势是可以最直观的去观察市场最终所呈现出的合力，缺点是容易让投资者缺乏投资的主线和持仓的信心，可能会让交易者陷入到无穷尽的多空判断当中去，也可能和大波段的行情擦肩而过。当然我们在实践中也看到，有的技术分析者希望用趋势交易来弥补投资主线的缺失，但是我们讲，由于这个交易信号的滞后性和伪信号的不断出现，往往最终真实的这种投资效益并不理想，真正弥补的方式其实还是要借助到基本面分析的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一个更为合理的投资主线。
其实很多我们说的成功的交易者都是会同时注重基本面分析和价格分析的。比如说巴菲特先生，巴菲特先生在基本面分析上的这个功力和智慧我们不需多言，容易被忽略掉的是他对价格重要性的强调，而价格的分析正是技术分析的核心内容。当然了，如何去更好的分析价格，这是另外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话题。好的，今天我们讲这个分析方法讲到这里，谢谢。